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时长聚焦。呃，新闻全在英国女王上，结果抽这空呢，加拿大加息加了百分之零点七五，不，没有什么动静。加元还对美元依然处于低位。呃，说是1.31啊，是1.32，就等于说，如果1.32的话，已经变跌到了，就是跌破了七毛六，变成七毛五了啊，非很低了，这个这个价格很低了。 那而美国呢？因为他要加息嘛，他说要加息，加息。他大概上个月的房地产价格下跌了百分之五，它创十一年来最低的十十一年来最大跌幅。呃，日子不好过啊！坦白说，日子不好过。那所有这些东西的打击呢，都是打击那些就人们人们的注意的观点都在唯利是图上嘛。 在大疫情的背景之下，几乎西方所有左派势力、左派政府都在拼命发钱，拼命发钱，对不对？供应链切断，一切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的。那现在的经济状况，就是大家伙在2020年、2021年、2022年拿到的各种补助跟钱财，让你吐出来。这东西都是圈儿画圆的。 所以、哎，我我个人的说法就是，看这些新闻，有时候我眼睛里不是新闻，这东西就这么回事儿，对吧？那有什么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怎么说都成。你只要懂得阴阳，你只要懂得太极生两仪，啊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你就知道现在的一切。你要懂得反着走，太极生无极，啊，反向走，对吧？ 呃呃，四象变两仪，两仪生太极，太极生无极，那你就是神仙。往下走是人，往上走是神仙，就这么回事。往下走四世同堂，往上走呢得道成仙，四世同堂嘛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啊，对吧？八八六十四卦，塞。 说算各自的家庭就这么回事儿，其实就，是这样。这个现在的社会完全是进入妖魔的社会，呃，这是这是就这都是同时，就现在正在发生的啊。班农班农今天出庭啊，他其实是出庭了，不是自首了，英文翻译有问题。出庭面对着，这是在在刚刚进入法庭之前，面对六项指控。 两项洗钱，三项阴谋，一项欺诈，一项阴谋欺诈。他的几乎所有罪名跟当初二零二零年八月份联邦政府、联邦法、联邦法官告他罪名是一样的。二零二零年八月份，在美国大选之前去制裁、去撞这个、弄这个班农，是因为南部建墙，就是为了打你。 就是为了打击，为了大选。嘿人说，民主党左派才是团结一致呢，是他在利益的。他为什么团结一致？都在魔鬼统治之下，魔鬼的统治之下是欲望的，欲望是臭肉的。所以，人们今天的人们面对欲望跟臭肉的故事是没有力量抗争的，就是这么驱使的。 所以你看到的乌克兰的战争就是这，完全是这个。我昨天说个笑话，有朋友不太爱听，说你不能那么埋汰国家，没什么不能埋汰的。你还知道你知道有个南斯拉夫吗？你知道有个苏联吗？然后呢？没什么然后，连个影都没了，连个影都没了。你为国家而生，你为国家而死。 唉，你有点糟蹋你自己。你为国家而生，你为国家而死，你有点糟蹋你自己。因为你拥有独立的天地，国家没有独立的天地啊。民族有，人种有，国家不一定有啊。国家在很多都是人自己干的，没根的。 那南斯拉夫如果有根的话，它能解体吗？那苏联如果有根的话，能解体吗？它正经八百的，俄罗斯是正经八百传下来的。还不是瞎掰，都是瞎掰，很多我觉得很多瞎掰。当你脱离生命的这种相互轮回转世的过程的时候，你去谈历史，你就是个缺心眼儿，对吧？ 一个人穿着西服，你在谈论西服，凭借西服说推论这个人是，这个人应该是个白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当时西服是这么穿的。神经病才，那叫以貌取人，他没有根买。如果反过来，你去看这个人内在的品质，去感悟他对对文化、对生命、对留下来的东西这些生命的本身的感悟，你去品味他。 你就能看准了，<laughs> 你就能看。那班农面对就是这么个故事，啊，现在，呃，因为刚刚开庭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开庭的，给他打官司的人呢是舍恩，舍恩就是那个犹太人，是川普第二次被弹劾时背了个意见包那个，所以这是一个，它反映出班农跟川普两个老哥俩内在的共通性，啊，两个老哥俩内在的共。 共同性，两个人都在受难，这是在整个与与川普相通在一起的这个，他们两个是最受难的。那现在的曾经的班农的律师，啊，在面对弹劾案的律师，对不起，班农面对一月六号委员会去这个传票的律师，现在在给川普在打海湖庄园，而川普的。 曾经第二次弹劾案的律师律师舍恩，在给班农去打这个官司。那这个官司，因为上一次在面对联邦政府的时候就是舍恩干的，所以联邦政府那个 case 后来在川普的离开白宫之前的前夜，以赦免的方式就给 DQ 掉了。所以现在他又把舍恩请回来了。呃，那那。 那当然，他要去证明他是阴谋啊，这个那的。整个钱呢，那个建墙的钱呢，涉及到两千五百万。呃，而班农呢，他说班农拿走了一百万，啊，用在自己的目的上。他大概那一组人，大概有三个，有四个人，三个人到四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人已经被治罪了，那是真的，有一个人被治罪了。呃，说他用了那个钱去买油船、买油轮呐、啊，买这个买那。 呃，基本上是这么故事。那班农是讲述，这是对他迫害。他选择的时间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，是跟上一次2020年对他的这个诉讼是完全一样，就是同出一辙，照方抓药，什么都没改变过。呃，基本上这就是，基本上我们跟大家就论述了。呃，六项罪名，这是纽约邮，呃，对不起，这是《每日电讯》。 然后他跟呃，福克斯新闻网这么一个讲述，建强计划中的角色判有六项罪，洗钱、阴谋、欺诈。那然后他提到说，很可能会被保释的，就是这些东西都过堂，可能都会照方抓药，他会被保释，但不用交钱。上一次班农呢，呃，被交钱了，上一次班农大概交了两百万，是三百万作为保释金。这一次呢？ 他们认为不用交钱，但会收走他的护照。那而而这个呃，大卫·肖恩呢？舍恩，呃，代表他呢出庭。呃，这是他在法庭上在法庭上的故事了。啊、呃，这是建墙的事情。这是他今天下车的。那看起来他雇有保镖了。那班农雇有保啊保。这个戴帽子，这个这个人是那个舍。 那这两个呃，那个人呢，应该是检察官，就跟他握手那个人是检察官，就是告他的人，带有徽标呢，也可能是联邦，也可能是 FBI 的人，所以你现在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这个人是谁？所以这是基本上是他进入会场的场面。那下面会怎么样？我我个人觉得，呃，我个人觉得就那么回事了。呃，在一周前。 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叫布拉格，办公室打电话通知这个通知这个班农的律师说班农被告了，啊，呃，有了起诉书了，所以第二次弹劾案当中代表大卫舍恩的将在法庭上代表班农，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的，就是他遵从所谓通常的做法，他应该是就是大家打电话你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。他怎么样他怎么样 啊，告诉你这事儿，然后我们到法庭上过堂。那我认为你有罪，你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。什么叫不正常的？呃，不正常。你比如说，呃，纳瓦罗，FBI 的人直接去抓纳瓦罗，给他五花大绑绑上，这样的做法是不正常的。所以这里面的正常就是说，通知你啊，被告了哪天出庭，我们法庭上已经法庭上见了，这是正常的。 所以这是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整个故事过程中，美国的司法部也好，FBI 也好，在运作的过程中，他们有着非常明确的电影效果、市场效果、新闻效果。追求新闻效果的，它的它的作用在干嘛？和没有不追求新闻效果，或者认为这样的效果足以抓让把班能告到法庭上。 足以造成很轰动，他就不需要那些。它它里面的关键点就是，整个操作的人，都失去了这种事情的本质，失去了做这种事情的人应该具有的道德的一种一种约束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